晚安特集，时间11:59。时间11:00，呢一班人闭晒，又星期五。闭晒好呢个日子系。已經剩下最後三天的暑假，即是星期一就開學，即是剩下三天，即是如果不是在九月開學的話，即是你去年就九月開學，即是明天星期五的那天，開學之前，即是在去年的8月30至8月31日做功課，然後做作文，做完之後呢下午2:00已經完成，所以拍完片之後呢，在6:00出去跑步的時候，突然間外面落緊大雨，於是跑回來，跟住香港大人吃飯之後，因為我生日，所以就回來之後準備睡覺，準備開學啦。最後得翻三日啫，而家暑假。在2015年8月31日咧，即我去呢個尖沙咀一間食放題，而在前年2016年10月8月31日咧，就去沙利亞銀座沙利亞。即今日都係反覆咁樣落雨，原本我想行翻屋企，但後屘又落雨。嗱，即今日即原本就首先做英文功課先，即做英文功課。但後來我抄回的時候就發覺 那些英文功課即是 一份 reading 兩篇作文題目就抄不到，即是不見了，你可以叫做即是我抄完很多次都抄不到，然後搞到做不到功課，即是我抄不到，我就即是在6:00就去，喂，在7:30就去下到書局那吃嘛，有人叫你咁啱四點嗰時候，我 WhatsApp 俾一位同學就話：有冇 miss WhatsApp？ 佢話有，可唔可以 send 俾我？跟住話唔得，因為私隱，因為佢可能就因為如果俾個電話人哋，可能就 send 俾人玩電話，所以就因為私人問題就唔可以 send。咁但係話俾你聽，即係我啊，因為個份功課就唔知去咗邊，唔見咗，所以我就。打算問老師有冇多一份嘅功課，有冇多一份作文同埋多一份 reading 嘅功課可以俾我做翻。咁但係即係佢幫咗我同老師講咧，但老師係到而家仲未覆嘅。我唔信嘅，因為佢唔信佢已經瞓到覺。但係如果有嘅話，我真係好彩冇喎，唔知點算。但係咁啱即係呢個 friend 同我講咧，就話。估唔到你暑假開心到連啲功課都唔見曬，但我每一個啲功課，佢話：唉，唔緊要啦，反正都開學嗰時候都有啲人唔交英文功課啦，唔會俾人鬧我心。但係即係雖然話班主任同即係雖然都係同一個班主任，但係我覺得班主任唔係好容，都唔係話好大體，因為班主任唔係唔可以縱罵學生，即係唔係話唔交功課冇做功課就唔鬧佢。而是暑假回來之後收功課，如果有些人沒有交英文功課呢，即不理你交，即你沒有交功課立刻被他罵，到底這個暑假裡面到底你有沒有做功課，所以我告訴你，我就是不想被他罵，我就是想做完功課先，如果明天做完功課，那我9192就可以打機輕鬆嘛。那好像即你中文一樣，中文通識數學這三樣，如果你沒有做的話，十比他鬧，因為你想想整個暑假，你整兩個月暑假你不做，整個暑假你做了些什麼，告訴你，所以我就想問，但是告訴你，現在 Miss 還沒回覆，不知道他未看還是未回覆，但我不相信你應該明天不會回學校，因為老師星期一至五都要回來，但我就不可以星期日，因為星期日就是學校公眾假期，不快關門，
所以我點都喺今日甚至係聽日9月1號攞功課，但係唔知仲有唔知有冇答課，因為我未聽，因為我哋而家仲未收到。即是在天耀站坐輕鐵的時候聽到一個穿灰色衣服的阿叔就開著部手機聽歌，聽得很大聲，由天耀站聽到康樂路站，不是大堂路站，聽到很吵，真的覺得這樣是騷擾的人。因為這個年代真的告訴你，不買 headphone 即使你買 cheap headphone 都要塞住耳朵，不要發出騷音。即是話臨錦公路就發生槍擊案，即是在香港啊，又話警員追至兩架可疑嘅隻客貨車之後，跟住嗰個客貨車撞上載警員，但警員開咗槍，跟住而家仲追緝埋嗰三個兇徒。即是話呢個高鐵西九龍總站就喺9月23號。啟用啊嘛，咁有啲人就話，到底呢個西九龍總站到底有冇車站指南嘅咧？咁但我覺得應該冇，因為你西九龍總站係一個要過關式嘅閘口嚟嘅，即係話俾你聽，同嗰啲機鐵即係機場機鐵站同埋博雅館機鐵站冇車站指南，因為好簡單一句，你唔係成日去嘅地方係唔會有車站指南。即是話，例如你不是成日都在機場喺度玩過硬過玩，因為設立個機場是不可以有人行的，好似係。快啲答啊！即係如果即係行到去水邊圍附近咧，突然間落緊大雨。即是我剛才出去跑步的時候都要越來越大油肥，要逼回家。其實我告訴你，其實現在這五天裡面都下雨了，因為受這個低壓層，不過這個雨區已經走了，現在雨區的來到一大。我仲記得，即係舊年即係中四啊，即係舊年升中四。我記得好清楚咧，即係喺跑步嗰陣，即係跑突然間落緊大雨，因為嗰陣時天氣熱，而咁啱落地區有啲好強嘅雷雨區形成，跟住慢慢南下，跟住係而家嗰陣時最大雨就係我哋區域，即係其實係集中曬喺我哋嘅區域嗰度。落住大雨跑翻屋企落湯雞咁樣。跟住出邊，因為即係嗰啲雨紅色嘅，即係紅色嘅區域係比較落得好大雨，咁所以又不斷咁行雷，不斷咁樣落，即係不斷行雷啊！你都聽到喺晚上最嗰陣時，即係。在今年即係中午咧，就有呢個旅行啊，學旅行啊。就旅行之前就是奧運會嘅，所以八九號，所以十三號就係呢個旅行。咁所以十三號咧就話，即係自己就話唔想去海洋公園啦，因為海洋公園去過好多次。舊晚去海洋公園要俾錢，要俾好貴錢，唔好當好似咁有錢咁樣買咗部機。因為成日上海洋公園真係冇嘢玩。你玩完之後好厭，你冇理由玩過山車玩兩次，你好大膽啊！都大膽啊真係。但我建議都係燒烤個，因為你諗下十一月都已經係秋天，因為中秋過咗已經係秋天嘅啦已經。因為中秋就喺九月廿五號，即係九月廿五號就影班相嗰陣時，咁啱撞正，有放半日。即係諗下每即係每次中秋即係。公園都有人玩螢光棒，因為螢光棒就是中秋的一個玩意，玩燈籠，玩螢光棒。
所以我呢啲每次翻嚟嗰時候都好熱鬧，真係好熱鬧。即係話俾你聽，中秋我成日最中意食嘅嘢就係冰皮月餅，即係冰皮月餅好好食，仲好食過嗰啲雙黃百年月餅。咁但係就係好似咁樣，每次一中秋嚟到咧，會有好多人賣假月餅券俾人，跟住俾人呃咗就話冇到月餅，所以應該要少啲，應該要睇清楚啲。我希望我瞓醒覺之後佢答覆我啦，佢有答覆啦。如果唔係，我真係唔知點算。啲功課就咁算數喎，就係我即係話俾你聽，我寧願有一條兩條，一係就係問老師有冇得分，一係就俾佢鬧。我就寧願揀再問佢攞功課，因為啊俾佢鬧啊會損翻自己形象。